你好，你好，你要买什么？我要买钱币，你有没有？有，我买钱币。钱币怎么买？钱币一只五毛钱，你要买几只？我要买两只。你还要买什么？我还要买英文书，英文书一本多少钱？英文书一本200块。真的吗？太贵了。那我只要买两只钱币，给你5块。给您钱币，交您4块，谢谢。谢谢，再见。再见。柯佩鲁，你好吗？罗塞。啊，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你要买什么？我要买外套。你要买哪个外套？哪个外套？多少钱？这个外套50块。太贵了，我们是好朋友，你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当然可以，40块，要不要？要，给你50块。这是你10块，这是你的外套。你今天晚上早晨吗？我们今天晚上出席中文怎么样？对不起，我今天晚上很忙。好，明天见。再见。你好，你好。你要买什么？我要买本子。你买不买？我买本子。你要买这个本子？我要买一个本子。一个本子多少钱？一个本子30块。太贵了，你可以便宜一点吗？不可以，我们很喜欢钱。真的吗？再见，再见。你好，你好。啊，我可以买一件这个外套吗？然后还有这本书，这本书谁写的呀？你知道吗？哦，对，还有呢，这三，我一支铅笔大概多少钱？你知道？多少？再说一次。我想买一件外套，然后想买一支铅笔，然后我想买书，但我不知道谁写的这本书，你知道谁写的吗？我不知道，我不买了。真的吗？再见。再见。再见。你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柯佩鲁，你呢？我叫安博佩。对不起，我想你很漂亮。哦。我想请你吃晚饭，行不行？行。太好了，我们晚饭一人吃。再见。再见。That was a really passionate skit.And how on Ropin Kupelun, very passionate. All right, so before class ends, I'm going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nd one of you answer. So, Merry Christmas, 中文怎么说? On Ropin. 圣诞节快乐. Ah, 很好很好. All right, 现在几点 Kupelun? 现在是12点五十分. Ah, 非常好非常好。Alright, so before you guys are allowed to leave class, you have to tell me one sentence in Chinese. So, Guo San. 你是很好老师。很好很好。再见再见。Good Peilun. 你不很漂亮。再见。
不给我爸爸打。 So I know what you're trying to say there. So what you just said is that you just admitted to hitting your father. I know. Jesus. Jesus, 再见.